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段荣，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阿尔法围棋自战五十局。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第48局。好，我下面咱们进入棋谱。高挂，脱退。白棋脱的时候，阿尔法围棋这个五十盘棋里面很难见到他选择顶了扳这个下法啊，雪崩这个下法，只对于这个挂角的这一方，阿尔法他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他是不会选择雪崩的。挂，小费，之后呢，守这个角，照这个阿尔法出现之前我们普通的下法的话，这个挂到一下之后在这一带拆，这个被认为是眼见的一子两用的好点啊，既照顾了这个子又照顾了这边，在这拆一个挂一下呢，认为已经先手便宜了。那么阿尔法的下法呢，它不是在这拆，以前我们看到的他采用的比较多的是拖完扳进角，他不肯拆边，而是要进角。这盘呢，更进一步，他是拖香。这个地方一般来说，总觉得还是挺大的。黑的拆一个之后呢，黑的能在这围控，两边也都安全了。如果被白棋加攻的话，两边黑棋都不安全。照我们普通的围棋理论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地方，比这种普通的手脚似乎要急迫一些。但是阿尔法围棋不这么看，黑棋没有在这儿走，白的也没有马上尖顶或者加攻，先挂角，黑的继续悠然的一飞。好，这个时候白棋加进来，白棋加进来之后，黑棋又脱线了。右边的确实很大，白的拆和黑棋加相比，确实，这是也是一个眼见的大场。好，左边连续脱线，就看白棋怎么办。那么白棋尖顶。长，加攻，这是很正常的下法。黑的呢，靠压，跳出，这是必然的。这种点如果被黑棋正过来的话，黑棋就比较主动了，白棋被围进去，跳出，下一步这一带如果被白棋封过来，黑棋这块将会很苦，所以出头。这边白棋飞过来呢，黑的可以出去啊，所以相对来说上边更紧迫一些。小尖是一个，这是进攻的好点。小尖，两边这样，这样就是控制住黑棋，黑的，就是行动略有这个，略有受到限制的感觉。跳出来，将来有这种靠断之类的味道。
留有靠段这一类的味道，但是现在靠呢，黑棋也可以抵挡。黑棋这个靠是先手，挤是先手，搬白棋如果断的话呢，黑棋也很顶，这个就没有问题啊。但毕竟残留有挖断这一类的味道。黑的会有所顾忌，白棋上边有一小箭，这儿一小箭，那儿有一小箭，就是揪住这黑棋棋形的薄位。黑的应得非常朴实，横着顶了一步。如果往前跳的话，他那个担心靠断这一类的下法。如果你搬这个被一断吃的话，白棋从这儿打出来，搬的话呢退这有一段，接住的话就搬过来，有靠断这种担心，补得非常结实，就这么顶住。那么普通的感觉，白棋再尖到一下肯定是先手便宜了，然后再中府跳过来。中府跳过来是一步价值很大的棋，白棋跳过来，白棋加强了，同时呢也对黑棋这块有压力。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靠段这个隐患始终是存在的。那么黑的呢直接如果这样补呢又不太可能，直接补这个的话总觉得行动有点缓慢，略微的心有不甘。所以黑棋是反点过来的，问问白棋怎么走。那么看白棋怎么补这个地方，白棋如果这么单关连，黑棋点和白棋单关连交换，黑棋这个子又照顾了上边，又有进攻白棋这块的作用。那么哪怕现在黑棋再这么补一手，这等于先手便宜到白棋不肯这样下的话，被这两个交换，黑棋心情很愉快。所以呢白棋小箭，一眼就可以看到黑棋贴过来的话，这两个子就掉了。那么这两个子掉了的话，白棋这个毛病自然就补好了。黑棋是先靠一下，然后贴，冲。黑的抓住机会先加一个先手便宜。加一个先手便宜一下，白棋冷静粘上。如果冲死两子呢，这形状黑的打完之后这一爬，白棋虎呢给黑棋留下活棋，如果你挡的话，黑的这一刺很舒服，白棋有点难受，就被刺成鱼形，黑棋刺一下对这边眼位也有好处。所以白棋吃两子也有它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单粘上算了。我们黑的再接回，白棋冷静的立一个，看黑的要不要断。黑棋如果断的话，白的脚上已经走得很厚了，也防止黑棋脚上点三三或者挤入这一类的这种手段。立，黑棋呢
黑棋觉得这个小了，飞下来，白的往前跳，往前跳价值非常大。如果你不走，黑棋走过来的话，这个，黑棋变厚了，而且对这个子也有压迫。跳，白棋把自己走强，也瞄着黑棋这块有一些保卫。黑的如果跟着补呢，白棋先手跳一下，已经便宜了，之后可能会上边跳出，继续要进攻黑棋那块。黑棋实战是，白棋跳这个，黑棋实战是跳起，往这跳起，扩张这块，同时呢对白棋这个子也有一定压力。下一手白棋这个，这是可以说是很出色的一个在中府行棋的这种感觉。走在这个地方，如果走这儿呢，黑棋这个子是很轻的，如果你走这儿对那块又没什么影响，脚步比较慢。走在这个位置，黑的如果往这边跳，白棋就往这边跳出，对那块有压迫，这是黑棋可能反而这两个子要变成负担。如果你往这一线走，我再飞过来，这样交换一下，让黑棋变重，同时呢这个子的价值比这个显然要大。走在这儿，刺一下是先手便宜，之后搬下去，上边白棋非常结实，形很厚，所以脱先是没有问题的。脱先跳过来，这个跳的价值要体现。那么怎么体现呢？跳过来进攻，说瞄着黑棋这块的问题。黑的这时候总不能这样连呢，有点不太像围棋啊，这种单关连不太像棋，白棋恐怕还没完没了，黑的还连不上。所以黑棋是奋力反击，刺，这当然只能接上，冲，断，黑的把白棋给断开，在这里一站。这地方呢有一个明显的，黑的有一个明显的漏洞，这一挖是可以挖断，打吃这个的话长，这一吃死两个棋筋，黑棋显然不行，这样的话是可以断开黑棋。那么黑的如果打吃这个的话，白棋也是可以击断，然后再一长，就把黑棋吃进去了，这是一个明显的漏洞。但是呢白棋现在没有马上挖，这地方白棋是靠这个继续在这边跟黑棋缠斗，要瞄着黑棋整块的意思。如果挖，它是不是显小了呢？这挖断吃掉也还是目数不少，但是也许是觉得这边对黑到黑棋动手的话呢，比方说黑棋长，白棋活这个角，黑棋再跳过来，可能觉得上边价值也是非常大的。
白棋并没有挖啊，这也是一步很有诱惑的棋，挖了先吃了再说。这右边你要怎么走又再看，很有诱惑，因为不挖被黑棋先手刺的话，这个毛病就没了，这等于是一个逆收吃掉这么一大块，还是很诱人的。但实战白棋没这么走，而是靠在这儿，要整体纠缠黑棋。看黑的断打，再这样和白棋纠缠下去呢，恐怕黑的总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黑棋保住这个重要的地方再说。先手一次，把挖的隐患解除，然后贴出来，黑棋始终是要照顾这一大块，这边要付出一些代价，那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先手刺，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权利。黑的要是不硬呢，白棋这一挤，先手就把黑棋给断开了。这当然得粘上。好，加这个，这是一个漂亮的手筋。加这个黑棋不能挡，如果挡的话呢，白棋顺势一打，再简单的一长，这白棋就都连上，黑棋也断不进来。如果吃这个的话，白棋连上，这样的话等会儿还要挡下来，这个黑棋下边还得走，也许断在这儿会更好一点，断在这儿，黑棋下边还得走，那么白棋就都下后了，简单的把这个子吃掉，黑棋显然不肯，被白棋都连后。所以这一加，黑棋不能轻易的应，立这个也不想要，白棋挡还要冲，挡基本上也是先手，不好应了这地方。那么黑棋打吃，这不能被黑棋打到，打到你一跑，黑棋再挡过来，黑的这一打等于先手断开了白棋，白的断黑棋一叫吃，白的被卷进来了，这本来是要白棋占这个要点，所以黑棋打吃的时候，白棋也不能要两子，而是挡下来，好，这样就转换，白棋收获也不小。黑棋挺到这个呢，黑的也很厚，白的再补一手，好，形成了一个地和士的转换，白棋这脚上实地相当可观，得到的实地它相当可观，而黑棋这儿下后了，上边一带呢也有很大的潜力。跳过来，白棋跳回是必然的。黑棋这边损失这么大一个角，这块一定要让它效率非常高才行。飞在这儿要大围，把这块围得大大的，这一段确实每一步都抓住对手形状的弱点。这一段黑的呢刺，这是很容易想到的，这边要冲，那边要抱死，那么白棋这个子就轻了，叫吃，黑的冲过来，然后插，
这如果不走的话，黑得立下去。这一带，白棋还总是有问题。走这个，补了这个黑棋立下去的隐患，同时呢也削减黑棋这一块的潜力，限制黑棋这边的空。那么黑棋这儿冲过来下后了，下后了，并且把白棋给包围进去了。接下来当然要，就是当然要对这块有所动作，接上。白的如果联络呢，不管你怎么连上的话，黑棋把这个一退，那白棋看不到明显的两个眼。这整块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眼，在这做两个眼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拐过，先把这边连上。黑棋点刺一下，先守便宜。这时候黑的如果尖顶吃这块，并不算特别大。在现在这个局面下吃这个的话，14、15、16、20目，吃掉这个20目，但是很干的20目，黑棋周围都很厚了，也就是纯粹的目数。20目棋呢，右边这一带宽广的地方走一手棋，价值应该是在20目以上的。如果来吃这个，搞不好这块空被白棋破的比较多，那损失就大了。所以黑棋是小尖，下得很稳，小尖。如果能拖的让白棋挡住，那拖应该比小尖强。但是拖这个的话，也许黑棋还是有所顾忌，白棋可能会有这一类的扳，有可能有这种反击的手段。所以黑棋稳步小尖，挡一下，白的如果挡呢，黑棋扳到一下，脚上的味道好一点。如果没有这个扳，白棋这点进来啊，这要扳过，这要拖进去，扳到一下呢，黑棋总好一点。之后再这一带围上边，一定要把这块牢牢的撑住。好，扳。白的这时候趁黑棋还没围好，拖，先试个硬手。黑棋立下，黑的如果扳，那白的扭断之类的。这黑棋要想吃干净也不是那么容易，吃这个的话已经留下活脚，白的已经便宜了。要想连脚带这个子都吃干净，味道很坏。黑的立在这儿，拖了一下之后白棋再打，黑的还是先封住上边。之后呢，白棋开始动手。这块如果被黑棋完整的围住，效率非常高。白棋想，不说活出来吧，白棋想至少瞄着黑棋的弱点，占取一定的便宜。黑的如果贴这个呢，一来是小尖弯了之后一挡，这脚黑棋也不好杀，二来的话断打完再急打也有棋。黑的下得很强，二路虎不让白棋活，白的虎挡住，挡，
下一步白的一挡就活了，黑棋杀不掉，所以当然要爬。爬的话呢，外边棋形有弱点，这有断，这两子绝对不能给，但是这个子是可以给的。白棋吃了这个子也是一个假眼，黑棋放白棋出来，放出来杀，也得把这个打掉，打掉，先确保你吃掉这个子是一个假眼。脚上呢，反正白棋是一个后手眼。爬，白的断打，这黑棋不能再逃了，逃被白棋一长。而且你要这一路爬过来，这被吃死了，所以黑棋反打。提完这有几段，团住，这样来强杀白棋。周围黑的都非常厚，周围黑棋非常厚，都是黑子，所以呢，让白棋提一个子跑出来，也还是在黑棋这个大的包围圈里面。白的掉这个，保留着拐先手或者是加完什么虎之类的其他的变化，掉在这儿，问问黑棋应手，因为黑棋这块也不是特别的清楚，黑棋这块也有被白棋卷进来的可能性，就靠这个，靠这个，白棋往外靠。要想全活出来呢，不太现实。这个如果白的扳，那么黑棋大致就简单一贴就已经把白棋给断开吃掉。如果你要这样走，走完再扳，恐怕黑的哪怕就这么粘上或者连扳，这白棋活是活不了，就看能借用成什么样。能占取多大便宜。白子先往外靠，把这个子逃出来，那等于黑棋尖在这的时候，白棋能进到这一线呢，也是有所得，比你简单飞一下被黑棋完整的封住也有一定收获。黑棋长，那么白棋从上边等于限制了一下黑棋这块儿，当然也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是黑的这个一虎呢，这个子已经连上，白的再一长，长在这儿，好，那么这块是死掉了，长在这里。黑棋基本上这里也不需要补，这边挖断的话黑棋也是活棋，所以黑的可以走大的，拖在这里。白棋当然不能走外边，走外边黑棋简单一退就活了。搬这个的话呢，黑棋一种可能性是加完先手打吃，另外一种可能性退也有一点先手的味道，这里有加。白棋是单退，刺一下，点在这儿，这边瞄着断，也瞄着上边这块白棋还联络上，还稍微有点不清楚的地方，白棋呢连上，然后黑棋尖顶，尖顶要吃住这二十目，但是呢，这地方白棋有个长先手顶先手，可以把黑棋这个断开。
所以这个黑棋能不能吃住也还需要再看一看。打吃，接上，然后白的顶，这边要连，这边要断你，问一问黑棋怎么取舍。黑棋的反扳，先问扳一下，白的这个断是先手。然后长，接上，这个得接上。现在接这个呢也意义不大，白棋这边还可以连，那被冲断，白棋就整体都厚，整体都变厚，这个扳也就变成没什么作用的子，所以接上，白棋冲过来。好，白的又连回来了。爬。爬完扳价值非常大。断一下。叫吃。那么还是看起来还是要以官子来定胜负。那么这棋呢，白棋在右下角的手段还是相当精彩啊！刚才在续盘战的时候，白棋在右下角一夹，让黑棋没法动，白棋把右下角就收入囊中。这一系列的下法呢，确实还是值得欣赏。好，我们继续来看他们官子的争夺。断一下，打吃，提，这地方我们简单，我们来探讨一下这地方单扳，黑的如果退呢，这个要不要先断就没有意义了。白棋应该说将来再断也来得及。单扳也许是担心黑棋粘上，将来加过以后呢，黑棋就过去了。而这断一下打一下，黑的如果粘那就加不进来了，白棋打吃这个先手加不进来了。黑的如果提的话呢，将来加进来以后也许会有一些，比如说白棋打这个先手挡住以后，将来扑完之后一旦白棋接住之后，黑棋至少是需要在这里再补一手，甚至有接不归的可能性。而如果没断到这一下，黑棋这少一个子，我们看到扑完也没什么棋。所以白棋断一下再打，反正断一下不亏啊，而且单扳黑棋不知道有没有脱先的可能性啊，断呢就确保都能走到。连回，白棋都连厚了，白的都连厚了之后呢，黑棋需要做活，加，黑棋这块做眼，白的再接上。黑的这一段小剑，
把这个子连回来。接住，白棋接了这个呢，黑棋这个就可以顺手打掉，否则就是不肯打。接上，白棋提，这否则这被黑棋一跑，这三个或者下边要死一边，提掉，黑的尖顶。黑棋尖顶，这个白的我不能随便往前走，随便往前走黑棋就有断，吃这个的话黑棋断吃绞死，这样的话被断开了，黑棋顶住是最紧凑的，这个围这块的话顶住是最紧凑的下法。虎的话呢将来被白棋长目数还扣的没那么紧，白棋靠，立下，这不能虎断，这地方黑棋尖顶之后，这有一断，这个有断的问题。白棋如果长的话呢，黑的这冲完断。白棋三气，黑棋打完粘是四气，黑棋快一气，所以断的时候白棋只能粘这个，黑棋吃掉脚上也是不小的，这地方尖顶，白棋如果硬呢有点为难，接这个的话这脚上还有一夹，那将来还有一夹这就难受，如果接这个防着夹呢，这被断打的时候也难受，你要接上吧已经被黑棋便宜了，将来藏不进去了，只能提回来，你不接被黑棋一接着目数损失又不小，所以白棋硬的也难受，索性就不硬，先靠看看黑棋走哪，黑的如果断的话白棋把这个虎下来，这个价值比脚上大，那么黑的立下，白的现在呢不能虎断，虎断的话黑的从这儿弯了冲下来，拐打先手弯了一路冲下来，白棋得补的话脚要死，所以是虎一下之后挡在这儿，这地方先围出一点空，先手便宜一下，黑棋跳一个补断点，白棋扳，这个如果挡的话白棋断打一下之后呢，虽然粘上是吃不掉黑棋，黑棋断吃是先手，挤是先手，然后提，这个地方是黑的不会死，不过呢白棋扳完打一下总好的，将来可以选择接这个或者是先手粘住，黑棋是单断，白的如果叫吃这个，那么黑棋先手打一下，如果打到的话黑的便宜一点，有脱先的可能性，如果脱先将来白棋吃这两子，黑棋吃这个再打的时候黑棋能提到一下，这有个打下来，断这个，白棋先长，再吃掉，
黑棋挤在这里。挤在这补。嗯。那么白棋这个靠的效果呢，就是这里围了，还是围了不少目。同时呢，也把这个断的急迫性给减缓了。这一段白棋是只能粘的，如果没有这靠着的眼位的话，被黑棋吃掉，那白棋会这目数就比较惨。现在断吃这个呢，只是一个十几目的关子。白的在这硬还是不舒服，所以先接上。威胁黑棋这块眼位，搜刮黑棋，立做眼的同时呢，黑的这步棋也官子价值也不小，跳跳一个，跳一个也还是挺大的。目数从目数上来说也蛮大的，下一步尖一尖，黑棋得往回缩。这两个子将来还残留吃两个子。黑的小飞先说收官。白棋如果硬的话，黑棋就先手便宜啊，而且硬呢，倒是只能虎在这里。如果你敢靠，黑棋是有打进去的可能性。白的如果这样打，黑棋一小尖活了。好，这时候白棋接回。这毕竟有十多目，还是得接一个。一起断打。我们说了，白的如果接在这儿，黑棋这断打一下已经便宜了，你藏不进去了，藏不进去，将来只能提被盖住。如果不走呢，黑的这一粘，再一粘，先手把这个收了，这白棋就难受了。先手收完，这还有加进来，显然白的不行，走这个落后手不走也不行，所以白棋打在这儿。你如果提，那么我打到一下，你再接就是后手，打在这里。黑的看到提是后手，还是这个打，那么白棋长进来。挤一个，把这三个子连回，否则这挤断还是价值相当高。所以刚才白棋跳这个的价值还是蛮大的。如果这里被黑棋走了，那么黑棋这个挤就成为先手权利，等于一下收了两个官子。黑棋现在挤，白棋打吃。加。接上。不能随便冲。冲的话摆到二路一小箭，这要断，这要搬下去。拐。拐过。顶死中间两子，这一段黑棋要求冲回去，将来留有冲回去这个问题。好，尖进去，这也十多目的官子。白棋挤，吃住这两个子，打，
这地方有个断打，这一断打再一长，黑的不能冲断，冲断被白棋拐打先手拐下去，黑的死了，那么黑棋就被断进去了，所以呢，所以接上，白棋挤一个先手把这两个子吃到嘴里，然后尖顶，尖顶是一个这个蛮大的逆收官子，那么黑的不能这样下，黑的如果挤的话好像看着上边要断下边也要断，但是被白棋一手渡过，一手渡过，黑棋如果接的话呢白棋都连上，走这个呢白的可以扑吃两子，黑的不便宜，白棋把这俩子吃了，尖挤一下，黑的如果挤这地方断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目，白棋应该会把这个扳斩挤不着，而黑的尖呢白棋就挤它一下，如果挡的话又被黑棋挤掉，所以白棋不失时机的挤一下，然后渡过，白棋判断渡过的价值高于这个大飞，黑的退，因为这地方黑棋搬粘的话，我们刚才说黑棋不能挤，但黑棋搬粘的话呢，你看明显这一打是再一断，这就大了，白的如果硬呢，这等于是一个很大的逆收官子，黑棋退完了贴回来，白棋可以不走了，但是呢黑棋虽然落了后手，但将来一串打吃过来再打吃，白棋要受气，大飞也是很大，冲一下，拖，将来通过收气呢，黑棋这里或者那里还能长一目棋，弯接上扳，好，这地方扳一个，白的如果挡黑棋一接，那么这目就很完整了，都是黑棋的空，白棋实战的扑，我们如果把这地方看成这样的话就更清楚一点，这一扑黑棋将来这要补一目，黑的如果提的话已经亏，有点亏，提的话白棋是要也许要这样定型，如果能弯到一下更好，扳完打吃再提回去，逼黑棋补了一目，而黑棋是长进来，
长进来呢破了白棋两目棋，不过呢白棋就取得了先手，取得一个先手顶尖顶。这现在这个小官子阶段，这一尖顶也蛮大的，尖顶是一个黑棋只能挡，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挡。那么白得一挖进去，这地方呢，将来断完立下来之后啊，要迫使黑棋收气。贴住，把这个目数收住。这要不走，白棋就一路这么一拐，这黑的也略微有点难受。接上，接上显然很大，眼见的这里就两目半了。同时呢，黑棋将来提掉之后还要再粘，先手团。挤。这个挤呢有这挤掉这一幕，同时挤掉这一幕，将来白棋把那四个提掉之后，里面还要补一个。白的也一挤，先手一目。粘上，白的当然也可以不粘，但是现在呢，差不多先手一目或者逆收一目是最大的啊。白的粘等于粘完之后冲打都是白棋的权利了，也相当于是逆收一目啊，或者说是先手一目的价值。黑的逆收一目，冲是先手一目，之后呢，吃掉这个。吃掉这个呢，不到两目棋，有一目多。接上。提掉。站上，不走的话，黑棋可以跑，是两目棋。搬，这个损劫财没什么意义啊。再打，打吃这个呢，有一目多一点的价值。
感觉上这种先手一目应该先走掉，白棋先冲。然后逆收一目，再打。接上啊，那么打的白棋接上了，那这个也等于是先手一目，基本上官子是没有问题。好，黑棋现在搬这个，这地方呢叫正常的进行肯定是搬不进来的，明显白棋这是四棋，你如果都接回去的话是三棋啊。黑棋强行搬这个，半碗弯在这儿，强行搬这个，试图打赢这个劫。那么从这个招法来看啊，我们不用点目就知道这棋黑棋是啊，如果这简单收是不够的，所以他来顽强一下，掰的没有提劫，而是先提这个，先解消黑棋的劫材，黑的再往回站。白棋提，黑棋顶这个啊，那这样的话也因为黑的也折腾不出什么事情来啊，这地方这个劫黑棋实在太重了，不补这个也不行，所以白棋把这个接上。最后还有一个劫把吃，明显扑一下多一个劫材，扑一下再打吃还是劫材，但是呢和胜负无关，所以双方也就无所谓了。白棋提到这儿的时候呢，黑棋认输了啊。那么这盘棋这盘棋最主要值得回味的一个地方呢是右下角白棋这一家的手段相当漂亮，这一家把整个角就吃下来了，这个手法相当漂亮。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值得我们仔细去研究的，就是中间黑棋没刺的时候，白棋有挖断黑棋的机会，白棋有这个挖断黑棋的机会，而被黑棋先手一刺的话，这个挖断就没了。白棋实战并没有去挖断吃黑棋这一块，这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啊。白棋没有去吃黑棋，而是靠在这里整体的纠缠黑棋。我呢也暂时没有判断清楚，这个可能是一个阿尔法围棋它比较高明的地方。好，那么这盘对局呢就为您讲解到这儿，谢谢收看，咱们下期再见。